他说这里最高可以到15公尺。我不敢放。那你现在在跳 breaking 吗？老师有这样叫吗？老师刚好这样叫。动作都是一样，包含攀岩。假设这一条路线爬是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雅。我们现在呢位于中和的圆岩攀岩场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喜欢攀岩的人，之前呢也有跟 JoJo 一起去攀岩过，做一日的体验。那如果还没有看过那支影片的呢，可以看这边。那因为我本身自己是非常喜欢攀岩的人，所以呢在时隔了半年之后啊，也希望呢可以来看看自己的实力相较于半年之前到底有没有进步。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，走。I just wanna make it last. Try to let go of the past. I close my eyes and embrace the past. 那第二个动作呢，是我的臀部会顺势的向后倒，那我的手跟膝盖跟头会像球要靠紧在一起，像是这个样子。这就是从墙上跳下来的动作，可以一起做，1、2、3。OK， 做得很棒。那我要下来的时候，我先看一下下面的软垫区，如果没有人，然后是安全的。我的双脚同时跳下来，顺势向后滚，很好。OK， 好。这边比较详细的教学，我觉得内容比较多一点。刚刚说完，我就好累哦。我在想说，等一下上攀的时候会不会这个爬到一半我就放弃了？真的好累，走吧，下去。手放掉，那再慢慢的把你放下来了。所以当你没有跟你一起确保的人，或者是没有朋友的人，你要没有朋友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们可以靠近一点来看一下，这里除了有路线的名字以外，有路线的颜色跟它难度，字母越后面它就是越难的。5.11A 跟5.10B， 5.8这一条。那等一下在攀爬的时候呢，绳子都会在你们的双手中间。I feel so lost, never... 开始上攀了，好紧张哦！因为我之前爬的大概应该也就是2.5层楼吧，但是刚刚听了一下他的介绍，他说这里最高可以到15公尺，然后一般的墙面大概也有12公尺，大概是3到4层楼的一个高度。让我看了之后，我也有点紧张，因为我其实是有一点点的惧高症的。没关系，试试看吧。那准备好了吗？这简单的好累哦。好，我们刚刚呢终于顺利的第一次上攀完成了，不过呢你们看我现在那么喘，刚攀的那么辛苦，这个呢是所有场馆里面最简单的路线，因为最简单的路线就是从5.7开始，我刚爬的那条蓝色的路线就是5.7。怎么觉得半年之后好像没什么进步啊？没关系，我们等等呢还会去挑战看看难度更高的路线。
等等见吧。所以其实这动作蛮像在攀岩的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我放这两只手，那你现在在跳 breaking 吗？老师有这样教吗？老师刚好这样教。是我姿势有点怪，但是肩膀不要那么下去，因为你肩膀下去后重量是给肩膀的，动作都是一样，包含攀岩。假设这一条路想法是这样子。谢谢老师。我们现在呢，再去挑战看看这个 5.9 自助起降机的那一条粉红色的路线，走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来到了这个自助攀岩区，应该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呢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，然后没有办法跟着朋友一起，又或者是像我一样没有朋友跟我一起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自己来这个地方，然后用这个自助确保器，我们可以自己爬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挑战看看这个。它叫做乌龟乌龟翘，然后它的难度呢比刚刚高了两级，我们就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爬上去吧。你还好吗？如果没有力气，你就下来。我想不到要怎么上去，他离我好远哦。好，他过来。完成。好，我们刚刚呢完成了这个 5.9 难度的上攀呢、啊。其实我觉得攀的时候本来已经够崩溃了，结果没想到最崩溃的、啊、是我们到了顶点之后要下来的那一刻。因为你知道你后面是不会有人帮你做任何的下降的这个安全措施，你心里面呢就会觉得有点空空的，但是下来的那一刻呢，其实蛮爽的，就会觉得我终于完成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攀岩体验呢就得告一段落了，希望半年后呢我们可以再来体验一次，看看到时候有没有办法挑战这个 5.10 啊，或者是甚至 5.11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那你下来吧，小心哦。好可怕，我不敢怕，好恐怖，等一下。他超扯的。你要笑一下。